甲讲开始卖啊，好上哩。开始卖啊，好。好来吼，今仔在座的吼，拢一定啊，大家要买就买到吼。咱这个五公的米，五公斤的米吼，那一包吼，咱这在地优质的，咱今年啊参加这个十大经典好米，咱入围决赛吼，这拢这米就非常好食吼。啊，咱这每一包搁送一个白蒜。哦，你有知影咱的白蒜哦，伫全国吼上有名的哦。顶年的咱的白蒜哦，伫台北国泰公司哦拍卖哦，一公斤偌济？你知？460块啦，哦，这个外比哦，除了比老外都较贵吼。所以讲，大家哦，啊尽量哦，拢爱买哦。啊，阮这买包米，上一包蒜啦，吼，来开始，来谢谢。而且吼，顶年吼，搁气候关系吼，这蒜啊吼。一斤二倍的，而且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高档，所以今仔日甲咱的农会来促销这个雪山米活动，又送了一把白蒜，真的是五家，非常的划算啊！哦，欢迎，大家都爱共享盛举，赶快来买我们的雪山米哦！好，好啊，这样子非常划算，非常划算，非常划算。哦，你看我们黄议员一买就买五包回去，我买一包。好，谢谢我们静珠姐姐，好，也买一包，数量有限哦，赶快哦，现在来用金 ，OK， 又赶快来买哦，数量有限哦。上包先谁买？我变成那个叫卖姐了，你来叫卖姐，美玲姐，你上来，后来才来叫卖姐的。来，美女，来一包，非常的优惠哦，非常的优惠哦，数量有限哦，尤其是我们的白蒜哦，去年底又是因为气候的关系，所以白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，价格非常非常的贵，你看你来背哈，背币都上。酸啊，一配啊，是非常划得来的哦。这边无啊，真正哦。你有买着无？哦，刚才你有抢着，好。跟各位好朋友分享哦，明天呢是假农民节哦，大家记得哦，不一样，想不一样，因为今年有就这样来家杭州节哦，大家马上，明天农民节大家记得哦，明天夜市会办农民节，是小东路六号哦。好，第小段兄弟哈，大家记得哦，而且啊，统一发票哦，一定要记得哦，统一纸本哦，哦，第二张嘛，今年纪念品哦，马展，明天9点开始，哦，大家记得哦，第一个呢，在不能要休等我们哦，大家记得哦，麻烦大家记得哦，嘿，好，都是跟大家分享哦，谢谢。来啊，关定哦，这边无啊，哦，真正的，算了，看，好来，买币嘛，来哦，好啊。70万，现在剩下30万。来举办这个活动啊！
慰劳他们一年来的辛苦努力的付出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呢，所有的宜兰市乡亲的好朋友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农业，一起来跟我们的农会农友一起打拼。今天第一次当叫麦姐，感觉对嘞，真的还蛮鲜的哈。那未来呢，想从叫麦姐开始，美玲姐开始，包括我们的农业产品也好，或是未来宜兰的美食，都可以由宜兰美玲姐来叫麦，来带领我们宜兰市所有的观光，或是促销一些的文化都一样，都一起来带动。好，谢谢。是，农业的从业人员。一年里面都充满了胜算。来，咱谈这话了吼。宜兰雪山米赞吼，阿哥宜兰白蒜赞，吼宜兰青葱赞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哦，画上行对吼。宜兰雪山米赞，宜兰白蒜赞，宜兰青葱赞。